年轻了，说你年轻了，大家相信吗？就年轻了，对，我今天也说，是，我今天见你也说，就是今天的就是的脸色，另外那个什么，脸的肌肉好像比原来还紧了点儿。你是美，你是不是整形美？整容没有，我这上哪儿整形？就是牙掉了，把脸变形了，牙掉了，把脸变了。我哆哆嗦嗦的，特别对，特别好，给我老娘打通电话，我说。我知道您跟李晴关系很好，但是您绝对可以选择不来，因为您这么大年龄了，我把您再折腾那儿去。您说谁？我说李晴，我去，我必须去。对，这个事儿你就这么说的，又没办法，我们有感情啊。哦哟，你们认识很多年了吗？我们好呀，何止很多年，我们我的养过我的恋人啊，94年。94年呀、演过我们俩谈恋爱，老黄昏恋，所以我说夕阳红，我说咱俩是两代人，你说你还不高兴呢？96年，当时呢，我正在拍这个《水浒》呢，我比如说还有2天杀青，就接到通知，直接飞到南苑机场，不准回家，直接进剧组。进剧组告诉我有谁有谁，我特别高兴的，我就来了。来了以后确实这个节目呢有一定的困难，他让我说山东话，说山东话说的不标准呢，就那个作者呢就给念那个词儿，我说您再念一遍，再念吧，念吧。等到排的时候，他每一句都盯着我，而且告诉我词儿，外边他有声了，我说什么？摸啊，就这个，我说的没有词儿，他就交给我。我跟这个角色之间，我跟老太太商量好的是，我在外边一学猫叫，你就出来，结果孩子在家。我这外边的猫都叫成，到最后都叫急眼了，都叫成这样，太火了那个啊！哎呀，真过瘾呐！我们娘俩在一块儿呢，呀，真过瘾！爆笑哈！我有点那个着凉了，哎呀，那我给您找点药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您进屋躺会儿。你也快走吧，啊，快走吧！行了。哎呦，这个他爹他娘的都快出门了。哎呀，您怎么病了？哪不舒服？没有，您烧了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就出大事了啊！哎呀，啥事儿能有您的身体重要啊？您出汗了？不是，我问你，你不走了？哎呦，我不走了。你不加班了？我加什么班啊？还我出去一下啊！您去干啥？我呀，去看。老猫啊！哎呀，你管他干啥呀？不是啊，那个老猫它老了不紧动，它光叫，你看。关键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么久之前就合作过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李琦老师您已经还有那个水浒我们也在一块儿。对呀，他演牛二。我演牛二。哎呀，就那个杨志那个刀的那个，里边有3点，一个呢弄一朵毛弄下来了，还一个是铁板还是什么的吧？完了这一个啊，听了，完了还一个就是什么也不流血不出血，好败的刀啊，就那个。我简直我都着魔了，我看他那个戏是老师头一版水浒，老太太演的是个那个叫王婆，我演王婆，就这我真的我就是我从来没有机会我说就是他水浒这一段儿，没机会，我今天来了我以后我说我一定要说这一段儿，不要命啊孩子，当时不要命，就那个戏它是什么呢？一翻就是让他砸在那个桌子上那水果筐里头啊！前面再怎么有替身飞替身的，但是最后砸的是他砸呀，是不是啊？他有功夫 啊！我的亲娘啊！那个戏我没用替身啊！你没用替身的戏啊？我告诉你，那翻你那时候自己可以翻吗？当然，我那时候360转体砸到一个西瓜车上，砸到后桥上。
一砸下去，这车躺圆跳起来，西瓜飞满地，上来一个家伙一脚蹬出去，那哥们儿送医院了。